今日请坐。喂，各位民政府的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啊好，咱伫中昼安尼，毋知睏有饱无吼？无要紧，因为我知影这个时间咧上课，确实是真忝，确实是予咱有当时会拄着来。哦，好好好，好，伫、哦、旁边的电风扇是咪？吼、哦，因为这个天气我好，讲寒嘛无寒，啊讲热嘛无热，啊那那个迄个，吼、哦，好来，好，无要紧，安尼吼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謝謝好，我给你来好，这样可以。好，好，这样应该有比较好势啦吼。咱今天要看的题目吼，就是台湾人的贫困甲精神。伫最近的内底，我有发觉到咱台湾有侪侪变化，伫全球有当时拢讲天气变化嘛真严重，生物界拢总有足侪足侪变化。啊，毋过伫咱台湾即块土地徛伫即面顶的人，是毋是开始有侪侪无啥共款？因为较早拢无人听到一句名词。无人咧讲到一个代志叫做啥？无身价。较早要听到这种，我出世伫台湾遮久，伊也毋捌听过讲无薪水的假期吼，叫做嘿，叫无薪假吼。哦，我用台语来发音较顺利啦吼。因为这个无薪假的时阵，第一界听到，我相信第一个拄到迄个人，伊的心情。可能会想讲啊，你可能无啥物爱做的款，吼、哦，因为自古早以来，咱拢有一句话叫做“若要做吼，免惊无雷通拖”，对无？若拍拼做，免惊无这个雷，只要你唔愿做，安尼尔，无应该袂枵死。啊，毋过我看到阮隔壁开始，我甲讲，恁公司拢总几个伫我的所在，捌曾经突然中间进前没有好好。员工还阁正常上下班，但是明仔载透早人要去上班的时阵，门关关起来，啊，嘛拢无出来解释，大家拢知影讲这已经啥物情形，落跑唔免做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自迄天起叫做无薪假。啊，这个物件拄发明的时阵，咱有一个叫做白院长，即马是白副总统，吼、哦。伊吼，就讲一句讲，哦，我唔知伊姓啥，我知伊人拢叫伊，嘿，对对，我，哦，姓白哈，唔知是白木，因为伊讲一句讲，会讲无身价这个人非常有创造力，哦，这会使称啥物奖？诺贝尔奖。你甲想，伫咱台湾内底，你那是红掠做安尼算的时阵，我相信。徛伫外口的人，伊无感觉；但是你若是徛伫内底，你讲这是一个无身价，是一个艺术，一个创业。啊，毋过你感觉起来，咱安尼过去过去，你讲咱若景气歹，莫甲想，莫甲看景气好甲歹，你都毋知景气好也是歹。啊，是讲咱拄到景气歹时候，你莫甲看报纸，莫甲看电视，当拢莫甲看。安尼景气若歹，你有感觉无？迄无可能无感觉啦吼。当有一天，本来你拢要饭他食，突然之间，明仔载要搭买米，明仔载要搭买饭，明仔载要搭食外口，啥物货种种，你无钱的来源，你的家庭状况开始出问题。当这个出问题的时阵，人民就会开始着惊，敢是安尼？但是着惊了后，咱会当所做的是啥物？
咱台湾政府今仔日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咱的命运唔是安尼，方踅来踅去，踅来踅去。伊若讲无性格是一个艺术，是一个创作，那么请北副总统，你的薪水拢卖领哦，这会使，这不但会使领诺贝尔奖，佫会使领和平奖。吼、哦，因为伊甘愿牺牲替人，啊，伊袂无。你若讲伊袂，伊讲我才没有那么笨，对无？所以伫遮看起来，今仔日台湾人困去是安怎会困去？因为第一，咱将来毋知咱已经是行到啥物程度，外国已经进步到啥物地位，咱台湾还佫有缘家己是啥物人，还佫毋知影。人讲你是台湾人，我徛伫台湾，所以我是台湾人。即句话是无毋对，啊，毋过事实敢是安尼？当你的身份证捏出来，中华民国。银票摕出来买的时阵，中华民国去到外国比赛，中华台北，甚至任何一个所在要拍棒球，嘛中华台北。请问规县区你都会使看出你是台湾人？这就是咱困去的所在。今仔日咱要听讲，这个困去对着咱人有偌济损失？因为是安怎咱要选择来？沉困卖精神，因为那精神了后，你所面对的问题你会惊到，所以大家拢唔敢精神。大家那精神起来讲，哦，咱台湾来家己主张独立。啊，迄时阵的时阵，咱拢会听到媒体拢甲咱报道啥物，报道讲你那独立，中国要甲你拍。啊，无咱来主张统一，啊，这条路叫做亲共，嘛是要用来拍。安尼到底是要安怎？是要做伙，还是要分开？这就是台湾民族今仔日台湾人困伫这个所在。有一日，我去到一个朋友因家，伊真爱看真侪笑亏的代志。这是予咱台湾一直困去、一直困去的物件，咱若当作真好笑，无唔对。我伫遐看了。我听伊咧介绍迄段，我甲问讲，请问即块录音带要倒卖？你敢知迄块带佫啥物款诶？佫毋是用光碟哦，是用迄种迄个 tape 迄种诶，足古早足古早。但是我甲讲，你即敢袂当互我一个？伊讲，伊看这真趣味。所以往往伫台湾人伫趣味诶当中，都困去，家己诶款诶拢毋知影。家啥物人嘛拢唔知影，伫媒体伫真济电视安尼甲你揽揽入去，你变做啥物人，拢唔知影。啊，唔知影有一个好处，啥物人上大好处，通底价上好处。伊不管安那甲你变甲你管，你就是拢无要紧。咱敢知咱这个趣味的当中，你敢无看到这个愤怒伫倒位？伫遮，我好无简单。去把这个影片给找出来，竟然在网络内底都有啊！咱同齐来个欣赏这段，你看到伊安那讲话，你注意听讲。虽然你会感觉真好笑，啊，毋过当这两个人的对话来讲，在你的心内，你所想的是啥物？好，咱来看下这个影片哈。咱拢会知啊。各位现场的嘉宾们，大家晚安。很高兴今天晚上在这里见到您，尤其是我现在站在舞台上看到诸葛亮朱大哥呢，我有一份莫名的满足感，也很高兴。我给你讲这句什么意思？我徛在边啊，你有满足感，你的意思是讲我徛在你的边啊，你有作祟啊？那样没有啦，我刚刚讲过嘛，我看到你我很高兴，就欢喜的啊。啊，欢喜你讲作高兴就好。你讲我徛在你的边啊，你有满足感。意思我徛在边啊，你会加作祟？无可能，我徛在你的边啊，可能你的嘴会加较宽尔。
你怎么这样讲呢？嘴巴大呢？你的意思，你的意思就是讲，我老爸老母在生我，一定做唔情愿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恁老母作骨来生，阮老母对恁老母袂对，因为恁老母会用去叫外国人来斗这座，阮台湾人当低调边啊生，安尼你有爽无？你怎么这样子？我说我看到你很高兴，你一直讲吗？你莫讲迄个话啦，我内行人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的病，我家己了解。我都敏感嘛，你小读的我就知影。不是啦，看到你很高兴，总要有个原因嘛。看到你真对自己颇为满意。好好好好好，我唔捌看人个查某嘴遮快啊，惊死人！我嘴快关你什么代志？我哪有讲什么代志？我是讲后边来要教你个查甫人啊，要下你个菜数较歹下，真袂歹，当边啊。普通啦，你也别烦恼，我也袂去斟你啊。嗯，我告你斟着，我偏煞你水。你别烦恼，我若要斟你，我甘愿来莫去拼，莫去挑啊，嘛上无袂叫惊着。我管他你要输落来吧，唔通当面讲迄落话啦。安怎啦？啊，要安怎就来啊？恁爸个身体看歹，恁爸嘛食药啊，等你。你咧搞我呛嘴？无啦。你这是对一种的啊。诸葛亮，朱大哥。嗯。这么大的场合，这么高级的地方，咱会当接触听伊安那介绍伊安那倒位人吼。你应该讲说，赖小姐，请问你是哪里人？安尼才对啦。哪里人哦？不是人，是人。哦，什么人就对了，对啊，倒位的人，憨咯，哦，你要问我倒位人，嘿，你是要问阮爸爸，是阮妈妈，是阮阿公，还是阮阿妈，无同款哦。拢讲来听看卖啊。啊，你爱记好条，无你会怒气哈，听清楚哈。阮爸爸是美国人，哦，阮妈台湾人，哦，两个人结婚了生我，我在台湾生，所以我中国人，哦，即嘛话讲，阮爸爸这边阿公，哦，阮爸爸的爸爸就是阮阿公，德国人，娶阮阿妈美国人，在美国生阮爸爸，所以阮爸爸算美国人。会记吼？即话阮妈妈这边吼。阮外妈就是阮妈妈的妈妈，阮外妈是日本人，嫁予台湾人。在台湾生，阮妈妈，所以阮妈妈算台湾人。啊，阮爸爸才阁甲阮妈妈结婚，安尼我倒位人，你即马知啊吼？啊，我即马要找啥物人？法官，你要找啥物？哦，我唔捌听着人的来源啊，乱即落型的安尼，惊死人！即若要含你讲亲情财产，也无足济袂好哦。安怎？当台湾甲恁老母讲较好，就过去美国接恁老爸，看有应准无？尾啊，就过去日本请教恁阿妈。恁阿妈就阁好势了，就阁去到德国找恁阿公，亲情讲无好，财产破产。哦，阿姐，我若娶你哦，阿若生囝，哦，迄麻烦哦，若要陪亡啊，迄就留起来哦。当台湾陪老母陪了，即摆就阁去到美国陪老爸哦。啊，老爸陪了，即摆就阁去阿妈遐陪哦，去日本哦。日本去陪了，才阁去德国去陪阿公哦。啊，陪到山前啊，就做兵退伍啊。你别烦恼了，即摆回程机拢足方便的，变遐久啊！啊，回程机佫实时来陪到我三摆，你了佮麻烦。哦，好，来，咱先看下车吼。好。这个影片咱大家看了，感觉真趣味，啊，真好笑。啊，不过你有听到伊咧感觉伊第一点，予咱台湾困去的物件，就是一个代表台湾人伊讲的话，伊用台语来发音。伊表现出来物件，去问人啥物所在，伊挑工，甲表现好真低咯。然后伊徛伫隔壁这位小姐，伊讲伊是倒位的人。伊当伊介绍了，伊讲因爸爸是美国人，托妈妈是日本人，吼台湾人。结果伊生来竟然是中国人，即家己就乱去啊！啊，毋过伫咱咧看的当中，感觉。趣味，感觉真新鲜，感觉真欢喜，
感觉真笑亏，咱就无去甲思考讲，伊后壁所蕴藏的是要甲咱教育什么物件，好咱一直落去，一直落去。当我看到这个影片，我看一个，我感觉讲，哦，啊你这个影片，你甲看着真趣味，真好笑。背后所影响、所带来的是什么？就是甲咱教育，恁继续困，因为恁拢是中国人。安尼，咱一直自囡仔到大汉，拢就是讲，咱就是当家的中国人。哦，连佫写伫壁，连迄边迄小学迄壁拢写两撮闽南，吼、哦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啊，这边做一个好学生。啊，所以咱做六十几年啊，咱拢已经感觉人阿问讲，啊，你是伫台湾出世，伫甚物人？无人讲台湾人。会讲你就是中国人，但是咱要甲中国，要甲伊开始讲啊。既然咱也是属中国，啊，不过你有看到中国往往拢用什么话？用武力、用飞弹、用恐吓的文字、经济，对咱台湾是好还是歹？非常的歹，将咱台湾的钱全输输过去边，予咱这边袂当生活呢。安尼。咱敢是中国人，那偏偏拢是中国人的时阵，你那对台湾这种行为，咱拢无法甲醒起来。啊，伊伫遮的时阵，这个影片伊伫买，伊伫做，我相信当初时伫新闻局，伊咧审查这支片的时阵，伊嘛是看到讲，伊内底有强调到真高贵的中国人，甲真卑贱的台湾人，两个甲徛做伙的时阵，大家拢互你选择，你要做倒位的。中国人，因为你有感觉，迄个赖小姐，我伫自古早看到伊咧主持真侪音乐的节目的时阵，咱看到拢会讲，哦，啊，这个小姐那真有气质。原来才知讲，哦，安尼乱来乱去，乱来乱去，伊是正港的台湾人，啊，毋过，伊怎变作中国人？伊嘛替中国发声，伊嘛是家己嘛困去。伊明明是一个台湾人，但是已经沉困，困到唔知民望甲对哪去啊！今仔日咱台湾就是面对着这种状况，咱的囡仔咧读册当中，拢唔知讲咱过来是要甲教育啥物。咱若看到补习班、安亲班，遮济班级，每一项拢总是为着一项代志咧读，就是。考试，学英文是为了要创啥？考试，所以咱英文读几世人拢袂晓，因为伊考试的题目，予你改变甲，你拢唔知你是变到倒位去。咱若英文，大家若想讲会晓讲英文的人，就是较高水准，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错误，因为我感觉每一个语言，咱拢受到同款的尊重。所以我自参加咱的民政府了后，我足济发表，足济开始讲话，我拢爱用我家己的母语，就是台湾话，因为这是我土生土长，我伫遮出世，伫遮所学习到的语言，我尊重伊。啊，英语会当做辅助，啊，毋过啥咱英语袂晓，伊拢甲咱讲，恁英语袂晓，就是你读册含慢，敢是安尼？毋是哦，大家毋好掉骗。咱若听到讲啊，你袂晓英语，就是也是讲哦，伊佫甲咱迄个北京话讲做啥物语？哦，讲做国语啊！啊，国语，咱嘛听到讲啊，我开始拢讲国语，唔对哦。全世界文字内底，日本叫做日语，英国叫做英语，美国叫做美语，菲律宾叫做菲语哈，啊，越南叫做越语，韩国单一个讲哦，这个语言就是。国语无人安尼讲，干那独独咱遮讲，咱就是国语，咱会当对遮开始甲改变过来。这毋是咱的国语，你会使称呼伊做华语，还是北京语，拢会使哩。啊，你讲北京语的人有较水准无？无定着。像拄只迄位小姐徛伫边啊，伊伫咧表现骗伊家己是一个真高贵的中国人。伊感觉伊讲的是真正的中国话，这甲一个人有成无？
咱的台湾就是丧失在这种人的头壳面顶，这种人的心上。当初有一个人叫做姓宋，甲伊同款，我拢甲叫宋姐姐。这个人讲起来是出卖咱台湾，因为我甲看伊的影片内底，咱知宋姐姐啥物人无？伊是倒位的人，你知影无？宋美龄。吼、哦，我足歹叫伊的名，所以咱甲这个人吼、哦、已经死啊。啊，毋过伊伫咱的当中，伊是倒位的人，你敢知影？伊是美国人。那若伊美国人，伊哪会做称呼做第一夫人伫台湾叫做国母？哦，我讲这唔对啊，这根本差有够多。因为伊伫咱台湾的影片，我甲看足侪足侪伊的影片内底，伊捌伫美国国会演讲，伫美国各个所在咧演说的时阵，伊有一个真特别的现象，伊糟蹋着台湾，因为伊将来来到咱台湾咧讲话，伊拢用英语咧发音。然后伊所穿的衫，伊拢甲咱教讲，哦，做一个中国人的妇女，都爱有礼节，啊，都爱遐遵守三从四德，啊，那伊家己拢免。你甲看伊穿的衫，人讲哦，妇女伊就一直安尼束缚这个妇人，人讲你爱穿甲包甲那像肉粽安尼，啊，拢袂使安怎，啊那另外一组也无同款，啊，就袂使哩。马上去用骂，啊无就是去用管制，啊就去讲哦，你做人的心不都爱安怎？我捌听过两个真侪咧控告的所在，我伫庄头大汉的当中，嘛捌听过两个人咧冤家，迄、那个因的大家吼，甲伊的新妇两个伫遐咧讲的是，我听因大家咧讲这种话，讲啥物话？咱家老女性，你会当听看安尼敢有公平？伊讲，我吼，阮迄个新妇将来伫五点拢毋捌起来煮饭互阮食。哎，几点？五点啊？五点起来煮呢？啊，我甲问讲，啊，你无食着糜会安怎无？啊，伊就是爱食糜。我讲，啊，你家己敢无脚无手，还是你行动无方便？袂，真好煮。啊，你若甲煮来时阵，就对啊，一直念几波。安尼，这就是定义是要做啥？糟蹋人呢？伊认为伊的家就是长辈，所以伊开始一直用这个方式来糟蹋着家己的事实。一个规个家庭本来是一个真圆满，互你这种观念落去了后，我甲讲啊，咱食那歪照道理，你若要食三个人，家己去买，家己去煮，家己去传，安尼也咪真好。甚至这愚妄的负责人佫讲。阮新妇若无阁起来煮吼，明仔载我要来个报官府。哎、欸，这会使报官府袂？迄要食三领导代志，是安怎咱拢甲弄做一个法条，吼、哦、一个规则，啊来限制东限制西。但是你甲看到，咱拄则讲迄个宋姐姐，伊若伫出现的时阵，伫美国伊就穿旗袍，伫遐展现讲伊真水，但是转来甲台湾。伊拢用啥物展现伫咱台湾人诶面前？伊拢穿美国迄边诶洋装，两种拢无共款。伊就是要甲恁讲，我中国人会使安尼做。我穿洋装是因为我有钱，我地位有够，我官诶皮包打拢真好。恁台湾人袂使哩，恁爱甲牛共款，做好迄个安尼，趁钱我开就好。咱伫遮。啊！伫遮，你若讲一直甲压制，一直甲压制，伊会安怎？你若像我讲吼，你若一直甲剥削，一直甲剥削，有一日人民会怎砰起来反抗，对无？啊！毋过伫咱台湾，伊创独家影片，互咱一直看，一直看，看到落尾，大家笑亏，啊！一直传，啊！一直看到落尾，咱怎啊讲？拢好，安尼就过去啊！无形中，咱看到中国人，咱就惊伊。无形中看到讲这个北京语的人，咱就认为讲一靠水准；无形中较贤读册的人，咱就感觉这是高人。所以伫遮咱无去思考着讲，咱读的册有路用无？你感觉一个帝国的政策，
那用唐诗三百首，你甲背几本甲背了，对国家会帮助无？无帮助。啊，毋过咱考试拢要考，所以伫遮你会去思考着讲，咱读遐济册，遐济五经内底透出遐济遐济物件，全部我有甲分析过，读伫中国迄边带过来足济册，拢无咧讲着一个物件叫做人权。拢无人讲到，拢总是咧讲到，你都爱三种素德，你都爱做牛做马，啊吼啊，甲他问讲要安怎做，唔通计较代价，啊用这個一直一层一层一直落去了后，咱的囡仔嘛同款，你有发觉咱的囡仔拢唔敢创造，拢唔敢家己表达家己的心意要安怎，因为伊的头壳底敢那讲，我那唐诗三百首那背不了吼，会惨啊！考试零分就变戆人，我简单讲，咱台湾人伫全世界头壳，我相信是非常的好。咱的品种，咱的人群，咱绝对无较输中国人。咱真济真济物件拢比中国加真好，但是予你过较好的人，你若困去有路用无？无路用。因为你若困去，你袂晓去反省，你嘛袂去觉醒，讲咱所想的代志是安怎。所以咱看到社会真侪真侪，不管法官所判决的文件，还是伊甲你判的物件，你感觉开始讲，这哪正常？这无啥物稀罕，这真正常。所以伫顶一阵啊，新闻内底有一个法官。是中国人的法官，伊开始看到判决一个囡仔三岁囡仔去予隔壁甲强暴，结果因爸爸嘛为着这件代志，怎样抓去关服刑两年？咱拢看无看到这后壁到底是安怎演变？刚才讲伊一个三岁囡仔去予隔壁甲取缔的时阵，伊甲告法官，结果法官甲判决落去，讲假书，你知影无？讲就是这个囡仔三岁查某囡仔输啦，是安怎？伊讲，因为伊无反对，伊无表示讲伊歪。三岁囡仔，人要甲取缔的时阵，伊讲法官甲讲，歹势，因为你的查某囝无表示讲，咱来做这个工课好无？伊无表示啥，无讲伊表无表示 no， 伊歪，所以这无罪，可以交保。你敢知这若伫外国，这拢唔免判决，慢慢来，迄个只要调查了事实，马上起诉是哇。因为囡仔伫十八岁以下，伊无这种行为能力，伊会使你控较低，吼，会使主动，这是叫做准强奸罪。但是伊甲讲，伊无表示歪，所以迄、那个啊，咱新闻报个只拢甲讲，这个就是什么法官，本着按。哦，拢乃侪法官嘛有，啊，冇人讲恐龙法官。但遐讲了时阵，过迄个伊个爸爸怎判决这个物件，已经愤怒，当场对迄个查某法官甲骂一句讲：“你都唔捌防安怎过，所以你唔知影。”啊，你甲骂了吼，怎讲藐视法庭，收啊！结果判两年缓刑。当咱看到这的时阵，这是假对，假唔对，咱拢真清楚。但是一个国家的制度，是安怎台湾人从判决这个物件，咱也无起来精神起来反抗，甚至有的人已经精神，咱精神了后，会想讲，啊好，安尼咱是咪来甲伊抗争？但是伊选择的是啥物？继续困。啊，迄无要紧，迄法官吼，法院毋是咱开的啦，这咱无法度啦。人伊讲安尼就是安尼啦吼，咱无法度。所以咱就会当看到台湾曲真济歌，拢总开始写着无奈。当你开始听到台湾曲内底有一首叫做《三声无奈》，啊，我感觉讲是安那即种，这就是台湾。爱去经济接受的嘛，唔是，所以咱要安怎？
我真爱甲咱大家伫台湾政府内底所分享来甲参加的人，拢爱有一个意识，爱意识讲第一，我是本土台湾人，我无掠徛伫台湾做建设。因为中国人伊拢甲你讲，你种庄稼所在，吼，袂使你无受到高等的教育，所以你就是毋正人。哦，我感觉听这句话实在是真嗨呢。啊，我感觉讲，真侪迄种支那人吼，伊咧甲咱骂，拢骂甲真有道骨。哦，迄个骂甲道骨，嘛听到迄个讲。哦啊，咱这你这台湾人吼、哦，无效啦，吼、哦，大家拢加一个唔正人啦，啊，伊拢加一个唔正啥唔正啥货，啊，那念起来吼、哦，变作讲啊，台湾人就是安尼啦，得唔正人娶一个唔正某，娶一个生一个唔正囝，塞迄唔正车，读甲迄唔正册，安尼啊，到底是要安怎？啊，毋着变作讲伊才是高等吗？伫遮，我应该各位讲。当咱发现到讲是安怎，伫中国走来甲咱台湾的人，第一，伊的生活条件就比咱较好，因为伊免做工课，伊就钱通领，甚至伊做公务机关，伊的工课是主动就入去，咱无领18%，咱的囡仔要读册，一箍都袂减哩，都爱去甲银行借钱。你若看到英国，读册就去共借钱，这个国家是变作什么款？这建设是政府爱建设，唔是人民哦。你若看到一个国家内底团体，伊开始咧做善事的时阵，所侮辱的是虾米人？是侮辱政府，因为这个物件本来是政府爱做，啊，毋过确实你去做。所以你看到外国，伊真少你听到讲。咧募款，咧做善事，咧创啥创啥，甚至伊无咧标榜，伊讲哦，我家己做大善人，拢是安尼。我会记伫阮个庄头内底，当伊对着庄头安尼铺一条桥，伊家呢到厝迄排便吼，甲拆起来，一个因个厝迄旧厝较早，迄个三合院拢有一个排便，拢有正厅，结果伊甲刻一个匾啊，叫做万圣堂。吼、哦，就是讲，伊做善事做一万届啊。我嘛甲问讲，请问你这是安怎叫做万善堂？伊讲，阮兜吼自古早开始一直做善事，做到即阵超过10000届。我讲啊，你拢做啥善事？伊讲，伊若讲就拢开始，啊做啥物话？布施啊，哦，铺桥造路啊，较美方本人。我讲即种代志，照你讲是啥物人爱去做？是政府爱去做，啊，毋过规定人拢无发觉，认为讲哦，这个神人真牛，真牛，伊安尼做福传利，哦，啊，咱佫甲用一个匾啊送予伊，安尼就叫做万神堂。啊，过来每一年咧征选迄个模范妈妈、模范母亲，啊，甲模范父亲，这两个我上歹，啊，佫迄师铎奖。这三项奖内底，无一项是符合着伊的行为。你敢知影讲模范妈妈、模范母亲这个选拔是爱啥物情形才会使去得着？爱甲乡长真好，上无爱甲村长真好，啊无你做甲死，无人甲你讲你这是模范母亲。啊，所以去用表扬的人，迄种态度看起来，就是真奇怪。阿母伫遮，当咱看到咱遮遮侪代志，咱是咪爱豆豆精神起来，爱豆豆去发觉到遮个唔对的时阵，咱爱去向外国学习，着讲外国是安那改变。相当伫咱台湾遮个工课，遮个你所拄到无公平、无平等的代志，伫外国拢曾经捌发生过。你敢知影？伫欧洲的社会，第三世纪，因原底拢用着一项物件，甲你讲，恁拢听我的就好。迄时阵叫做神权的时代，就是讲拢神讲的啦。
后手毛安尼呢，伊嘛开始第三世纪了，因全对讲，逐项拢神讲诶，啊，大家拢听话。伊若讲你犯罪，爱要安怎消这消毒这个罪孽，真简单，就是家你诶钱来买啥物件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赎罪羹。啊，你买较侪，就是你诶罪愈来愈少。啊，愈来愈少，你诶罪就愈来愈轻。愈来愈轻，等你无做时阵，你就会使你直接去甲倒位，哦，会使上升天啊！啊，若上升天了后，哦，就享受着荣华富贵，哦，拢真好，拢真好。因伫第三世纪进入这个黑暗期内底，开始因的人民嘛过着无人权的生活。但是一旦等到这个十七世纪，有一个叫做卢梭哈。伊讲，人权是倒位爱落来，是对上天、对我出世都一定爱有的物件。这是人权，因为伊妈妈就是虽然伊妈妈是安那，伊会去强调这个代志。伊妈妈就是伫在地咧做啥物，咧做记录迄种的。对伊定来去用轻视了，伊感觉讲是安怎做一个记录的囡仔，袂用读册吗？免受教育吗？免讲话吗？哦，伊开始发现这个问题，伊一项去问的时阵，伊才发现着讲，原来伫神的角度，伊去看到欧洲开始，伊看到一本叫做神论哈，伊咧写着神的角度看到人类是啥物款，你敢知伊看到这句话，伊怎对欧洲甲发动落去？最人听到拢精神，伊讲一个神，伊那是真正是神，伊应该爱来听到人民的声，伊爱像老爸安尼看顾伊的人民，唔是对阿苦苦甲拜。要求这个下面，都爱去用钱去甲买，唔免。这无安尼，伊发现了后，伊讲这个物件神，啥物叫做神，就是咱。亲像囝做唔对，你老爸敢会使怎请伊了个单事？袂使，互你骨卡伊安那歹，你总是改，坑面讲你吼、哦、爱改变。老爸伫遮拢咧等你，等你啥物？等你爱回来。啊，毋过伫因迄个时代，伊发现着这个物件，伊甲神讲当作是老爸共款。当迄个社会开始全部的改变。十七世纪有一个宗教改革，罗德马丁一开始解破着，吼，因迄基督徒咧讲迄圣经，伊看着讲，这个物件本来就是你予人类当得到自由的，毋是捆绑。按古咱看咱台湾，哦，咱咧拜家是安尼一层一层一直甲你绑起来，一层一层一直框起来，当时都爱安怎？我捌甲。一个咧做迄个礼仪社的人，甲伊参详，甲伊讨论。我甲讲，请问，你敢知影？伫台湾，你若要做一个好生意，你会用拍出一个广告，一定真赞。伊讲啥物生意？你开始到你的迄布棚内底，甲写讲吼，免念经，免念佛，直接上西天。吼，只要买这个莲花座，吼，四起这个莲花座一座。好、哦，唔免念经，免上经，啊，直接免功德，直接买到的人，会使直接保证送到西天。死去啦吼，死去会使直接送啊到。啊，你想安尼搞人会买？可能生意会真好。啊，毋过伊讲好是好啦，啊，但是这目前也未使呢。我讲是安怎？因为到底西天伫倒位，伊嘛也毋知影。啊、所以我若讲讲的时阵，唔知变哪讲起。吼、哦，但是你看讲，咱每一个人，那咧往生时阵，拢一直期待会当去迄个所在。但是伫迄个所在，敢是咱做功德会使去的？伫欧洲的社会，500年前就已经甲废除这个物件，唔免积功德，唔免有一撮代价，会当直接去哩。所以咱爱对外国开始学习。我真爱去看到欧洲甲美洲因遮作者证书，尤其是美国的独立战争，
美国的独立战争，伫十七世纪的时阵，因是安怎开始向英国政府讲，我要脱离恁？咱甲考思考看卖咧吼。伫美国迄时阵也无美国，当有一个将军叫做华盛顿，华盛顿一度开始是受调英国女王派去伫美洲迄个所在做一件工课。就是收集因当地咧种迄个棉啊吼，棉花啊，收收的经济利益，全部捆捆的送等于英国，甲英国的啥物人，才我都去享受。这个棉啊吼，做衫做物件出来，敢若英国的贵族、皇族才会使咧使用。尤其这个经济利益是超过足济，啊，毋过伫这边咧采收的人，伊用啥物态度？逐天为下载做甲阴暗，也无休困。啊，一天食几顿，你知影无？食两顿。尤其英国开始引进真济迄个黑人，开始为南美洲啊、甲美洲、非洲迄个所在掠真济黑人，开始安尼甲当作人，甲当作奴才，当作精神安尼买卖，开始叫伊做工课，一直做，一直做。你敢知影一个黑人伫美国迄时阵？一个黑人规年趁天，伊的伙食费，就是讲伊食饭的钱拢总开偌济，恁以为对无？一年哦，一年美国黑人，迄时阵若无解放的时阵，一个黑人一年的伙食费是$52$52是等于咱即马目前新台币的3000块，$50。要吃一年，我小叔，咱若讲，我予你30000块，予你吃一年，你敢买？你一定讲无够。但是因50块就要吃一年，所以华盛顿伊看到迄种情形，伊本来是一个将军，伊开始去看到这美国这个人为着这生命生存，安尼一直做一直做，但是所有所得到的经济利益全部交到英国女王去。一开始精神起来，伊好大甲英国女王讲，讲从今以后，阮遮的钱无要送对英国去，你嘛袂使来遮扣税。迄时阵，美国嘛，迄个英国嘛惊着呢，因的国会开始参详，参详啥物？参详讲，哦，这华盛顿将军伫遐吼，掌握着真大庞的军队，啊，你若甲打甲开战吼，甲宣战，可能咱无一定会赢。小输若赢，咱嘛是会拍甲里里落落。啊，要安怎？恁感觉有啥物办法上好？那伫中共吼，都甲发一张文，讲华盛顿将军吼，即马你个表现了真好，我要甲你调当个英国，互你升官。啊，互你做一个大官，佮你升两级，一年佮加偌济薪钱、薪水互你。啊，你听到就总统呀，啊，总统都换人啊，安尼这个革命就袂成功。当华盛顿将军听到这句话，伊佮拒绝。伊讲，我来这个所在已经10多年啊，我佮这地所搭到的土地已经发生感情，我佮这人。嘛，已经有真好的感情生活，我不忍心看到因家继续和你剥削，我拒绝，伊怎甲拒绝咯？拒绝了，华盛顿将军伫遐开始怎研究英国怎派军队来？伫这个战术内底打甲真辛苦，华盛顿伊怎去请求法国的斗三工？这个战术怎拍赢？打赢了后，你敢无发现着讲，因的人民有一个经过这个战术的洗礼了后，因大家人民拢有一个想法，拢讲咱这个自由、这个人权得来真无简单，咱必须要甲保存。所以，因开始用着这个人权的基本法，就是伫遐写出来。因叫做美国精神，所以当美国一开始安尼，这个华盛顿将军甲拒绝了后，17世纪相对
你有看到侪侪国家拢对伊后壁开始安怎？开始啊，安尼我嘛无爱，我嘛无爱，我要脱离，我想要趁钱甲你公家开。啊，毋过咱甲苏好都倒来，伫咱台湾遮个人，自古早古早，伫一百年前就讲，恁遮就是民地，恁趁钱都爱交互这政府去开，逐个拢政府着。伫近来六十几年内底，咱拢一直做，一直做。啊，所以税金扣了了，但是要争取到一个老年金，伊甲你讲迄个话，甲你侮辱。政府官员甲你讲啊，老农津贴加一千，已经有够啊啦。请问有够是偌济？有够是变做七千，啊，七千内底敢全部拢有，嘛无全部呢？啊，毋过啥美国公民，因是啥物人就使领到美国？这个老年年金，只要你满六十五岁，因就开始照你所贡献给国家的你扣税薪水，开始给你分配，后你会使享受偌济。所以，伫因外国的国家，你有发现因物件、因的病院、因种种足济所在，拢总无迄亏欠的，因的人拢袂破病，因为因感觉讲，我对着明仔载开始有一个期待，我一个月领。差不多要三万块，两万至三万。啊，我若欠两个月，我会使来去倒位佚佗，我会使来倒位耍。你若问咱这老人欠钱要创啥？伊讲哦，你唔知哦，迄爱欠钱吼，无万不利。阮侪人若常常破病，啊，唔知要安怎？大家都是欠钱为着要防止破病的时阵他用，无人欠钱为着明仔载要快乐，要来生存，要来佚佗利用。所以伫台湾侪侪。拢开始想着讲啊，欠钱就是要为着后边，咱若拄着代志的时阵会当他用。啊，毋过这矛盾啊，你规世人敢拢为着破病咧操烦？啊，敢讲咱台湾人若破病时阵，咱的政府拢叫做毋知？所以我伫遮才发现着讲，是安怎外国人？因拢唔免烦恼破病的时阵，因若破病时阵，马上因的政府就改讲来，你去看的钱拢总免钱。啊，毋过伫咱台湾，即马看讲健保哦会拖倒去，一直拖倒去，因为大家拢摕到健保的时阵，我嘛捌听到一个人，我讲啊，你的健保卡，谁啊你无破病，哪要去摕药啊？伊讲吼，我当个月咧交这健保费，啊，我无摕我倒来，骗我倒来吼。安尼会了着，所以我骗我倒来。我讲啊，你拢摕啥物件？伊讲你要爱吼，我摕一罐互你，即拢免钱，叫做钙片。哦，即红啊，佮糖啊型，啊佮哦囡仔真爱食。啊，有动物造型的，迄个维他命 C 啊，在你摕在你领。咱的健保就是浪费伫即个所在。但是即个小块尔，你若知影讲迄钱呐人吼，伊咧买物件摕，一个白白讲摕啥物货呢？抹目睭药，阮隔壁。一个讲伊要回去中国，啊，所以吼，伊摕目睭也摕三个月，哇，目睭的哦，我讲哦，我你的目睭，这三个月，伊话现在足大，讲你这对哪个抹目睭抹到了吼，你的目睭会使看足远的哦，吼，啊，伊的降血压、血糖什么什么什么，伊的药灌，我用一个卡棒安尼灌呢，拄啊好，摕三个月。请问伊遮敢拢有利益？啊，佮物件一斤俩，一斤摕了，八斤佮摕，啊，拢是甚物？拢唔免，因佮无拿健保费哦，因佮是人去就使你在你摕。所以咱遮个人开始爱发觉着讲，是安怎咱个待遇会差遮济？咱啊向外学习。今仔日一个政府，伊要互你个福利，绝对唔是咧甲咱分担，咱哪有这个概念？在几年前，咱慢慢领到迄个消费券。领到消费券的时阵，一位马先生出来讲：“哦，今年我予大家好过年。”请问这句话敢对？伊讲伊分这个消费券是予咱大家今年好过年，这个物件安尼敢对？这是对咱提出来的物件。啊，你若领到的人，有的人。我看迄电视媒体，看到迄一群人喺遐欢喜，一直咧欢喜讲哦，有个人领着，开始伫遐讲爱安怎，爱感恩啊，爱谢主良恩啊。我若看到伊，咪阁啊跪落，
这是提咱的钱分予大家。你敢知伫英国，因对着百姓是顾着，毋是像安尼分，吼、哦，伊顾着心内的自尊，因呢，津贴吼，像讲失业年金，也是讲你已经失业的人，伫英国你拢免烦恼。因为伊逐工带囡仔去读册了后，伊开始去一间咖啡厅，伫遐坐咧，开始思考，思考啥物？伊咪思考我失业过来要安怎？伊咪思考者，伊开始思考着咱的社会结构有啥物问题。所以你看到英国作者哲学家，就是伫这种失业的状况来产生，伊有时间去思考，伊免阁烦恼后壁的债务问题。而且你看因咧分配财务这个福利的时阵，伊讲你若请到我的福利金的人，你若失业要请福利金的人，伊有甲你规定哦，规定啥物？伊甲你规定讲，你一个月爱食几粒卵，营养爱顾好够，一日爱食偌济吼，迄偌济吐司，爱食偌济粮食，你一定爱食较够。寒天的时阵，伊阁另外拨迄个经费，甲你讲，你爱甲开迄个炉仔火，无你会寒死。而且阁有啥物经费？你一个月爱带囡仔出去佚佗两礼拜，即拢政府出钱。你爱带你的囡仔去游览佚佗，你爱阁带你的家庭一礼拜看一遍电影，连即种福利拢甲你拨拨互你，你若无去执行，爱就甲你没收。请问，咱若领到这，你会执行无？绝对开门开好了。好，啊，不过你看，因的政府顾着人的自尊，伊予你徛起来。咱咧发年金、发这个福利的时阵，那像是伊做头发予咱，咱爱甲感谢。因的人民唔是，伊认为讲这是你政府应该做的。英国政府伊讲，因为囡仔是一个国家的财产。所以你要好好照顾。当我听到这句话，看到咱的台湾为了补习费，为了学校的注册，有一个大学生，伊拄大大拄毕业，本来拢共苦劝讲，咱爱好好活咧。也毋过，当伊毕业要毕业，甲歹毕业迄年，发现一个问题，伊若明仔载毕业了后，伊开始面对着失业。啊，毋过伊开始选择一条路，伊讲我两早去找阿公，伊怎烧火甲自杀，烧火炭自杀，甲伊留落来话讲，我真歹势，甲咱的厝安尼一直，因为伊啥卵要去烧火炭自杀，伊讲我明仔若为代代都毕业了后，我开始爱还78万的负债，我无法度还啊。这拢是伊读册安尼一直一直累积落来，一个囡仔讲啊，我来找阿公好啊，吼、哦，安尼怎自杀去啊？咱看到这个时阵，政府有啥物作为？有，伊嘛做出真大个方案。因咧研讨的时阵，拢敢若研讨着表面上，因开始，我感觉咱这个政府就是安尼，当开始讲哦，有人自杀，一直自杀，伊开始做。两个予咱一直继续困的物件，第一，伊报送着阿扁的时代，伊咧执政，啥物人自杀，啥物人自杀，啥物人自杀，拢一个一个一直报出来。啊，报啊对着马先生执政者，拢总无报，伊就是要予咱台湾人民继续困，予咱认为讲，哦，阿扁做。总统的时阵，拢总有人自杀；啊，伊做的时阵，拢总无人自杀。第二项，伊阁甲你做一个物件，伊讲伊嘛咧关心咱的性命。伊伫火炭面顶，全世界哦，我看这是世界奇迹哦。全世界吼、哦，你若去买火炭，敢那迄包火炭有甲你打一个，请珍惜生命。买火炭叫你爱珍惜生命。迄外国人提着讲奇怪，这包火炭是核废料做呀，是安怎无那着？佮啊，买火炭甲生命有啥物关系？因真侪人想无，所以伫遮，咱安尼坐坐去甲看着，咱应该爱看着外国
因阿革命。当然，咱唔是讲要用武力，用着咱的肉体安尼改变。咱是怎讲？对咱心内内底这个尊严，你若培养起来时阵，徛伫台湾的人，敢那有台湾人？徛伫台湾的人，拢总是疼惜台湾的人，唔是徛伫遮咧讲别位真好。咱常常拢会拄着这个情形，拢讲。你敢是台湾人？伊拢讲，我是啊，我自早我就才出世，所以我台湾人。吼、哦，啊，恁咧讲迄个论述，袂使赶赶走，我就是遮个人啊。自古以来，我就是遮个人，你凭啥要甲我赶走？伊讲出世伫台湾就是台湾人，但是伫早期像拄只迄位小姐，伊讲伊出世伫台湾，伊啥物人？中国人，即马开始变啊。因认为讲，我出世伫遮，我都权利，这是我的，所以台湾问题爱全面来表决。啊，毋过咱继续咱搁落去的时阵，咱忽略一点，咱家己啥物人咱毋知影。台湾秘鲁，伊就讲伊就台湾秘鲁，台湾的乌熊嘛讲伊是台湾的乌熊，迄种身份证的哦，迄毋是假的哦，但是台湾人爱变做中国人。这个爱变过来。假使那伊出世来讲，你若出世伫遐，就是遐个人。安尼，你毋知我倒位个人，啥物货是我个？伊讲我出世伫台湾，所以台湾是我个。安尼敢对？若讲起来，我若伫台台平出世，啊台台平变我个，吼嘛毋是安尼。所以今仔伫遮要甲大家来讲个，就是讲咱伫这个。困去了后，咱要勇敢来个精神，精神了要勇敢去面对这个问题。咱的困去是因为咱去用吓吓惊个大汉，咱拢互感觉讲啊，咱就是无水准，伊就是有水准。我甲各位讲，咱伫遮台湾亲像一只真优秀的老鹰共款，咱本来会当。天时来背对全世界，看到国际观的物件。啊，故出世伫台湾这块岛屿的老鹰，拢去互训练做啥？做田径选手，叫老鹰走小肉，用走的哦。你敢知影？兔甲老鹰咧走只较紧，当然嘛，小白兔对不？你安那个训练，迄只老鹰能去？佮叫用走的，迄走输伊啊。啊，毋过毋通袂记哩，台湾人。那像老鹰天时来个飞起的时阵，什么人较紧？老鹰的速度比兔仔听讲加几啊倍。所以台湾人唔通看轻家己，咱即马开始精神了后，就是要展开咱的心，来飞向国际的角度的舞台来看到遮，你就知影讲，原来台湾人是遮尔优秀。唔忙，咱大家会当。来彼此勉励，彼此来看到改造咱的台湾会当更加好。好，这是甲大家今日分享的课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请起立。